纵横亚洲，放眼世界，我是许哲维，欢迎收看中天亚洲台。华视怀旧频道制作了主播系列，其中也包括我。那么看到以前自己真的很有趣，也祝大家笑得开心，幸福快乐，请记得订阅华视怀旧频道哦。爱惜之母与你一起欢度约旦。当传统遇上流行，两位写的歌都是非常不好唱的，永垂不朽的台语歌，当年也是我帮洪大哥编的。回头再看的夜景，创意十足的国语歌，想说跳脱不一样的曲风。高手们群起围攻，卫冕者陈思伟该如何应战？别错过本周六晚间8点，台湾 Number One， 台湾 Number One。由福仁血糖机冠名赞助。周五下午5点，酷搜棒棒棒在中视。一台车，沿一条路行。来北往盘山过岭，一支车牌啊，藏偌济故事。可能开后一站，敢是三地厝。中天亚洲新闻最专业的华人频道，全球局势、两岸焦点、生活文化、美食娱乐，满足海外华人对于专业新闻资讯的需求。最具影响力的华文频道东森亚洲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订阅和分享。高丽墓起，韩国历史上最黑暗时期，君臣昏聩，国政日衰，倭寇入侵，民不聊生。成军馆文臣郑道禅，历经流放，尝遍百姓疾苦。永代德望名将李成桂，决定改朝换代，一同争斗吧。微臣就算献出性命，也要完成大业。保守派郑孟周，誓死拥护王室正统，绝不能改朝换代。在我入土之前，君王只有一个姓氏，
就是王室，是政变还是改革，掀起建国与保国的惊涛骇浪，开创朝鲜的一代大功臣，名垂青史的传奇一生。八月十四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七点，请锁定352频道龙华戏剧台正道传。肉汁たっぷりのグルメバーガーにかぶりつけ、本気のハンバーガーを全力で頬張ろう。実在する店舗のそこでしか食べられない唯一無二の絶品バーガーが次々登場するグルメコメディドラマ。いただきます。食べて元気になる女子グルメバーガー部。2ヶ月連続手塚治虫生誕90周年記念特集。10月は手塚治虫の代表作の一つ、ブラックジャックのテレビシリーズを放送。安心しろ、患者は必ず助ける。10月6日土曜昼1時スタート。11月のラインナップもお楽しみに。